今天我们要飞哪里？飞昆明，到哪里？昆明玩。丽江，丽江，我们来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广州的白云机场，现在已经 check in 进来白云机场里面的国内线。这个国内线好多牌子的，好像一个 Outlet 一样，什么都有，杯里的也有。哎，对，我认识的牌子也有。嗯。哎，我们现在来到白云机场。有没有到楼森买下？楼森到 gate。哦，我们要到 gate 了，那也就是 gate。我们是几号来着？好像广东省博物馆。好大，国内线都这么大，国内线都这么大。楼森，干嘛叫我来楼森？哎，那要行李箱，有个行李箱好特别哦，两三种颜色。那个行李箱，三种颜色过。楼森。现在来到我们的登机口，四川航班3U8206，前往昆明。这是他们的国内线，哇，你看这里好多他们的那个国内航线的飞机啊。国内线搞得像国际线一样，很大，好大，那是遮阳的吧？好大个遮阳。登机口在这里。前往云边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3U3003航班，麦当劳，很快就要起飞了，还没有登。这叫鲜果园，有卖荔枝哎。这是多少？500公克88块，都蛮大的。我们叫了一个不辣的抄手，广式抄手。广式抄手。现在正在吃晚餐时间，这是酱骨鸭，然后这是抄手，不辣的抄手。我们现在要搭机了，现在是几点？搭8:40的，本来已经是 delay 了多久了？我们 delay 一个小时的飞机，终于，我们终于要搭四川航空前往昆明了。我们现在已经登机了，现在一堆人在里面放行李，就是放行李去。我们是42。2个多小时，因为飞机 delay， 现在准备8:40分准时起飞，等一下就抵达昆明机场，大家见了，拜拜。抵达了昆明机场，现在是晚上的23:58左右。昆明机场还是很热闹，我们现在才抵达昆明机场。
在是23:59了。现在我们要去，应该是搭。欢迎来到昆明。现在我们应该要坐那个列车到，不知道第几个航厦。我们现在要玩第一航厦吧。就是后站。